它叫神经纤维瘤，是罕见病，只有片子才可以看出来的。它肿瘤的已经很大，这边的都已经布满那个瘤了吗？另一个，啊，这个就更明显了。都是啊。嗯，来这边，这个最大的嘛，脖子上的嘛，然后这个胸椎的。我都已经后凹畸形了，它跟别人的颈椎完全是不一样的，脊柱都已经侧弯的。它的肿瘤最大面积是 4.8 的，现在到 7.8 了，就三个月，祈祷不要让它化成恶性的肿瘤。如果是说恶性的肿瘤的话，就只有3到5个月了。只要我儿子小石头，就是说他再怎么样，只要能活在我身边，我都会尽力去保住他的命。再能我都会去，我只能说想用我的命去换小石头的命。小石头，起床喽！醒了没？2024年4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市南四环外某出租屋里第一次见到小石头。一颗硕大的肿瘤就像一个圆鼓鼓的小铅球镶嵌在他的脖子上，肿瘤似有数斤重，压得他走路都摇摇晃晃，如果没有妈妈扶着，他似乎随时可能会摔倒。虽然我们的镜头距离小石头有一米远，但还是能明显听到小石头用力喘气呼吸的声音。你吃什么？你猜一下。面包。哎呦，对，面包。小石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身高体重，9岁11个月，身高1米23，体重24公斤。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石头似乎瘦小的让人可怜。妈妈，你先吃。妈吃一个。谢谢宝贝。吃出了什么味道？味道。因为肿瘤的压迫，小石头现在吃饭进食经常会出现呛咳噎着的情况。我听你妈妈说你之前好像觉得是肩膀疼是吗？对。你跟叔叔指指是哪一块？就这边。啊，那边疼。嗯。什么时候疼？晚上。很疼吗？嗯，睡不着觉，就手这边辣辣的，很疼。手怎么会痛呢？他其实是很瘦的。这胳膊两个不一样粗呀。对，这个里面就是全部肿瘤。小石头的左胳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灰色，皮肤表面也显得非常粗糙。更不可思议的是，皮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肿瘤，以至于左胳膊变得异常粗大，几乎是右侧胳膊的两倍。小石头呢，它这种病叫一型神经纤维瘤，它长在局部形成包块呢，叫丛状神经纤维瘤。它最大的特点呢是 AF1 这种基因突变失活以后，它引起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表现在某个部位呢可能就是长肿瘤，皮肤上呢就是有点咖啡斑，啊，甚至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或者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问题，这都有可能。其他部位也是有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小，这是颅内的，你看这些都是肿瘤啊，数不清，它的瘤体是数不清的，只是说当发生致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把那个瘤体摘掉。你这个肿瘤它不知道包裹了哪根神经，当你切除的时候，你丧失的功能它也是没有办法抑制的，一般医生是不建议手术的。而就是这样逼不得已才会去做的手术，小石头已经经历了4次。2015年在我们福建的那第一医院，2018年也有做过一次，然后直到是2021年在上海九院，两次是脖子，两次是左臂。怎么了？好点子。会冷吗？带被子。距离上次手术刚过去3年，小石头在药物的治疗下也在积极地与病魔进行对抗，
可万万没想到，小石头颈部的肿瘤在最近短短三个月内迅速增大了近一倍。最早以前它的大小是 3.5 的，后面是 3.8， 接着就是 4.8 了。上个月做的，才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变成 7.8 乘以 5.7 乘以 6.4 了。而更加让妈妈担心的则是半个月前做的 PET CT 检查报告中提示的风险信息。左颈部及双侧胸软入口较大病灶的 FDG 代表增高性膝颈T2变，则是它发生巨大的变化的那个肿瘤，它已经就是说外会往那个恶变的方向走。报告提示需警惕恶变，那究竟有没有恶变，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他明天就能上手术台，同样的其实也是害怕的，就是害怕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就是现在那么健康的孩子在这边，如果把他送到手术台的话发生危险的，万一他下不了手术台的，那我可能起码我现在看得到，但是我不上手术台的话，万一突然间发生什么，那我更没有机会去拯救他，所以有时候真的好难呀。为了给儿子寻一条生路，妈妈阿娇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喉颈外科王生才主任的门诊。他是就颈部这边的嘛，然后感觉这两天又大，上次到现在就是25天嘛，就7.5又变成7.9了。他疼痛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清明节那段时间就痛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他是没有办法睡觉，痛是没痛，但是人是很乏力。这叫丛状神经纤维瘤嘛，如果没有出现迅速生长，也不太影响外观和功能的话，咱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你像你原来长得这么大，它就影响了美观了，也现在也疼痛，而且长得比较快，这种情况咱就不能排除恶变的可能，所以咱就要积极的去手术。那我们也跟倪院长汇报了，我们拿着这个片子一会儿找倪院长再讨论一下。好。因为小石头肿瘤巨大，病情严重，且是特殊的罕见病，王生才主任当即向院长倪新教授汇报，申请为小石头进行会诊。你好啊。好。这多久了？你这个是大概是？先说的时候是芝麻粒大小，太多了。哎，他那个药物，他一直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新是国内耳鼻咽喉头颈肿瘤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国内首个儿童罕见病 MDT 门诊，规范了一型神经纤维瘤、横纹肌肉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儿童多发肿瘤的诊疗方案。就这块长得比较快，而且疼。对，就颈部这一块，纵隔是这一块，这个啊，这块是鼻丛，就这一串瘤子应该是沿着咱们就支配胳膊运动神经鼻丛长的。所以这块不行的话，我们先不管它，这样动完以后，将来胳膊可能不能受限了。影像资料显示，小石头颈部的巨大肿瘤已经压迫了食道，将很快会累积气管。一旦气管被压瘪，那小石头将会出现呼吸困难，进而出现呼吸衰竭，危及生命。所以手术切除颈部肿瘤迫在眉睫。而胸腔纵隔内的两颗巨大肿瘤目前挤压了肺和心脏，还有后颈部的肿瘤也已经挤压颈椎，造成90度的颈椎后凸。要不要一次手术同时切掉颈部和胸腔的三个巨大肿瘤？颈椎的肿瘤该如何处理？这都是摆在医生面前的关键问题。所以你要说你什么都不管，我们把整个包括这个拿掉，神经血管都不管它，这反而简单了。那是。但现在恰恰是它神经血管，因为它本身沿着神经走的，你先不动它，它这个神经纤维传导在里面，你要动它的话，这瘤子跟它包在一起的，所以不可能说整体我就把这个摘掉，那把神经全断掉了，它肯定功能就没有了，也不行。怎么
小石头的病情虽然十分严重，但倪院长知道，此刻的小石头和他的妈妈同样需要心理的宽慰和信心的给予。作为国家儿童中心，一些疑难重症，包括罕见病，都是在我们的救治。实际上呢，即便是在我们国家定为罕见病，但是到儿童医院来，可能也并不罕见。所以呢，咱们会尽全力。对吧？我就选择了对，不管您是作为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们作为医生，咱们目标都是一样的，是咱把这个病呢尽量的给他做到让孩子的所有的功能都能保留，我们共同努力啊，谢谢，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好吧，小朋友，我说什么？谢谢啊，不用客气啊，谢谢，对，希望你能够我们共同努力，然后你健康的快速的成长，然后赶紧好好学医啊，将来你也是当个大专家，好不好？好，行，咱等我一下，真乖。有了国内顶级医生的救治，小石头的妈妈总算是吃了个定心丸。他们回到出租屋，等待医院的住院通知。第三关也是顺利通关，还有第四关。妈妈，我没看过。你有看过？我好恨好恨我自己，我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折磨。因为本身我是有的，我本来是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生下了我女儿跟我儿子。姐姐比小石头年长一岁半，不幸的是，她跟小石头一样患有神经纤维瘤，并且也已经做过三次切除肿瘤的手术。要吃吗？要吃。为什么？跟姐姐一起吃。跟姐姐一起吃啊。和姐姐一起吃。这个饼干要等到跟姐姐一起吃啊。女儿是现在就是盆腔里面有，她已经压迫她的肠道了。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了，尽快带她手术。她也不是手术完了以后恢复的还行。现在就正常的上学了。对，智能上学。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就是父母中一方如果有这个疾病的话，那孩子就很容易就是出现这个疾病了。也有一部分患者，我们看到父母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啊，但是孩子身上出现了这种疾病的，也会有见到这种散发的病例。自责愧疚的情绪在这九年间不停地拷问着这位37岁母亲的心灵。当时如果知道的话，我不应该生下他们，就是我害了他们。关于小石头爸爸的信息，阿娇不愿多说。这九年来，她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风餐露宿，早出晚归。阿姨，有那个鸡蛋吗？鸡蛋了吗？哪个最便宜？这个最便宜。这个吗？我儿子发病到现在，我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我这件衣服都是邻居送的，但是我不嫌弃，我无所谓，我已经很感恩了。不过任何想法都容不得我去想，因为我一边想着去找医院救治他们，一边想着怎么维持我们的生活。可是我儿子太懂事了，每次我问他要吃什么，他摇头说不要，或者我说妈妈太贵了。对一个9岁多的孩子来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应该了吧。所以说我希望手术能顺顺利利的，希望这次手术做下来化验结果是良性的，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万一恶性的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勾着我的手啊？你想背妈妈是吗？我去，你是不是想背我？我也很少给我儿子拍照，因为也没时间嘛。但是这两天好害怕，好想给他多拍些，多记录一些。是他不会让我拍的，他不喜欢拍，还是都是偷偷的拍。为了缓解母子二人的焦虑紧张情绪，我们带他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特殊的病情，就是这个最好还是有一些那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可以，这个肯定会考虑你的。哇，好帅呀、啊！自从石头出生的时候，我就没化过妆了。
觉得自己好漂亮。如果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比现在更漂亮。就是我能一直这样子下去该多好啊。你爱吃什么？哎，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对，对，伸起来。好，看见没？对吧？二三五。哎，对了 ，OK OK。今天面对着镜头，大胆的展现了自己，是不是？好，谢谢。小知道，你要跟郭导说什么？谢谢。那你能告诉叔叔今天你同意拍摄什么？为什么？开心。你说我想在手术前，我得留个影像，留个酷酷的影像。其实我有时候很自私，我觉得我说就让他这样陪伴我吧，有一天是一天嘛。可是如果我不给他机会的话，我其实也是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没有去拯救过他，没有给他机会。知道。你要坚强，知道吗？你要永远永远的陪着妈妈，啊。我们明天就要入院了，你害怕吗？不管再难再难，妈妈都会在你身边，永不放手。这一天，阿娇带着小石头到达北京儿童医院办理住院。瘦弱的阿娇怀里抱着48斤重的小石头，肩膀上还背着大大的装满行李的双肩包，但是步伐依然迅捷矫健。身旁幸亏有泡泡家园公益志愿者帮忙拿行李箱，否则阿娇将更加不知所措。来一个妈妈的熊带着手续。医生说，那你先躺一下吧，因为他这个枕头比较特殊嘛，有弧度。王生才主任第一时间请了骨科、胸外科、麻醉科的专家前来会诊，为手术制定最终的方案。把手留好吧。哎，好，跟我做这个动作吗？使劲，哎，好。使劲。我们再去讨论一下。从胸科的经验来说呢，它不容易切干净，很容易复发。麻醉这块来讲的话，都造成形成了一个困难气道。经过充分讨论，医生们最终决定此次手术只做颈部肿瘤切除，明确肿瘤的性质后再适时处理胸腔内和颈椎内的肿瘤。医生找来了小石头的妈妈做手术的风险告知。咱们这一次的目的其实是把你左侧的颈部用药物无效的这一块长得比较快的瘤体给你先做切除，还有一个就是要明确它是有没有恶变。这一块现在特别大的，它是哪根神经来的？其实咱们目前还没法做判断。有一个很坏的可能，就是明天我们一打开之后，神经监测仪一看到它就开始响，那说明它是 B 村来源的。那你这个肿瘤一切完，它肯定会影响你上肢的活动的。啊，小石头颈部肿瘤范围巨大。在这个区域不但有支配上肢运动的臂丛神经，还有支配声音和呼吸心跳的迷走神经，还有支配转头的副神经。如果肿瘤把这些细如发丝的神经紧紧包裹，那么手术切除难度和风险就会巨大。还有就是说这个手术出血会比较多，我们术前已经给他把血都备好了，但是有可能仍然还会，如血的速度赶不上出血的速度。
明天反正最好的团队都在。好、嗯。那你就签字吧。嗯，如果发生什么了，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恨我。没有，我觉得我带着纯银跟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我这是我这是对你这一次。这天早上7:40，麻醉科的医生来接刚睡醒小石头去手术室。乖乖的，妈，那你叫妈妈叫，妈妈叫等会儿。啊，我妈妈在外面等你哦，好不好？早点吃饭。哎，好孩子，加油！妈妈爱你，知道吗？啊，妈妈在外面等你了，你不能动，不能哭，知道吗？宝贝儿，咱们先见见啊，行吗？哎，好孩子，妈妈说再见。大哥，走吧。一门之隔是两个不同的战场，阿娇就像一位送儿子上前线的母亲，内心充满了不舍与忐忑。你这事儿现在呢？电话怎么不接啊？宝贝儿，阿姨身上贴点东西，有点凉，一会儿就好了啊，行吗？马上就好了啊，谢谢。还有一个月就要过10岁生日的小石头，第五次与病魔对抗的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紧张和害怕。啊，对，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小石头很快就睡着了。王生才主任带领科室的精兵强将，努力为小石头重获新生，奋力一搏。完整切除颈部大肿瘤，管好保护这个区域重大神经的功能，这是此次手术的目标。上午9点，外科手术正式开始。因肿瘤巨大，且神经纤维瘤供血丰富，出血风险高，这就要求医生操作必须进行。这是边界，我那个血管比较多，是把胸锁轮器打开之后，看见瘤子的一部分了。我们再分离一下，争取把瘤子尽量多的暴露出来。瘤子暴露出来，暴露。不到20分钟。肿瘤的大半部分已经暴露在医生眼前，它的根儿还在身上啊，挨着脊柱、颈椎那儿，不好分。根据术中观察，这个巨大肿瘤的供血非常丰富，并且肿瘤根部很深，在接近脊柱的地方，脊髓的神经就是从这个地方往外散发，那么游离肿瘤时就可能伤及支配上肢运动的臂丛神经。再加上肿瘤内缘还紧邻一根给大脑供血的椎动脉，如果操作稍有不慎伤及这根大动脉，那么就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小石头的生命。这个就是肿瘤了哈，边界比较清楚，后边手术还会好一些。比较幸运的是，手术中我们发现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孤立，跟重要神经都没有关系，所以手术的难度比想象的要低了很多。应该
这边也偏一点。血供特别比较丰富，里边有点发紫，也可能是由于近期这个瘤子内部出血造成的突然增大。再一个就是恶变的可能。是不是来源神经神经输卵神经这个小细神经能留就留住。此次手术采取的是整块切除的方式，所以王主任必须要一步一步直击肿瘤根部。先分这个肿瘤的前缘哈，前有动脉，然后有血管，先把大动脉分一分，保护一下。这个肿瘤供血血管本身就很多，所以在切除的过程中呢，如果把肿瘤切破了，有可能止血会比较困难。血压是吗？啊，血压有点低是吧？一旦术中一牵拉副交感神经受影响，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下降特别明显。如果血压下降时间过长，那么小石头就会出现严重血供不足，后果不堪设想。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跟手术大夫配合术中，让他把牵拉的程度要放轻。由于瘤体太大，把这个肌肉的结构啊都压得变形了。变形了呢，这个结构像一个洋葱一样，剥掉一层还一层，全是乱的，不太好找。巨大的肿瘤严重挤压了给脑供血的椎动脉，并且椎动脉距离肿瘤仅仅只有5毫米，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椎动脉的破裂，导致大出血。此刻，手术进入到风险最大的关键时刻。拉钩把这拉开了，又扒起一层来啊！这才是真正的肿瘤那一层，是吧？这是血。这是压管啥不？多。孩子的体重小，血容量也少，所以如果出血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就准备着术中可能需要输血。这个接近颈椎了，血供比较多了，这儿呢得细致一点，一小点一小点，它有可能里面有一些血管或者神经，把瘤子的根割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经根？咱一会儿得看看。我们就拿着这个电刺激去刺激这个肿瘤的根蒂部。这些一条一条的都是神经根，都是这个肿瘤发出来的位置，很小的一个神经，没事，不是运动神经。刺激之后呢，哎，发现没有上肢肌肉的抽动，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这个肿瘤来源不是重要的运动神经来的，术后不至于造成他上肢的疼。这是翻身的，其他地方都可以，其他手都可以抠开。这后边能抠开，后边没有任何问题。这层，对。哇哦，好冷啊！哦，对，还有这么深呢，已经到了颈椎椎体的旁边。这个肿瘤还是比较爱出血哈。一直牵挂着小石头的倪新院长，在出完 MDT 门诊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手术室。这医生，我挺跳出血，搁这儿，挺下在这儿呢，都没有事，这离得有边界，对。这后边就没东西了，就是骨头了。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这个扼住小石头命运的巴掌大的肿瘤终于完整地从小石头的颈部切除。宝贝儿，找妈妈啦。我给你送回去了。伸手扶着点孩子，妈妈，宝贝，真棒！放着我的宝贝，慢点，对，一定把脖子托住了啊！慢点，慢点，妈妈在，好，放平啊！把孩子平就好了，宝贝，妈妈爱死你了！哇，一定看好了孩子喘气啊！嗯，好，来。谢谢。好，往肩膀上垫。对，好。那现在肯定要打瞌睡。4个小时过后，就让棉签给它站一站。来了，哎，我来了。
术后第四天，小石头已经能下床了，并且胃口恢复得不错，吃饭也不再觉得吞咽困难。小石头，赶紧吃，吃多一点，让身体壮壮的，是不是？其实病理还没出来，心里面还是有那个，还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没办法那种。哎呀，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所以我说好棒啊，咱们现在病理出来了哈，才会真正踏实。妈妈在焦急地等待肿瘤的病理结果，而小石头的思绪早已飘回家乡姐姐的身旁。我跟她说你吃掉吧，把这个饼干，她说不要，我要等姐姐吃，我要跟姐姐一起分享。好，我后面过期。要到7月11日了是吧？似乎顺利出院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可是命运的齿轮却悄然发生了转变。石头妈妈来吧。能开几个十包吗？那让家长过去，这个燕汁给开30包，不管那个熬汤王水啊，你到时候再开一个。术后第七天，小石头最终的病理结果出来了。好，刘医生您好，来吧，你坐吧，看一下病理，不是特别理想，你先过来看一下吧。那个白油都化了，这鱼化对，就如果这个代表油都化的话，那你的那个胸腔的那两块大概也是。好，这个病它一旦恶化了之后，愈后确实是比较差的。那现在这种目前要怎么去处理？目前的话，如果是要接着治疗的话，就是要去肿瘤内科先上化疗，看看肿瘤对化疗药物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咱们可能还有继续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嘛。得看看它对化疗的反应。它不是挺光滑的吗？是挺光滑，但是它里边有裂变。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如果说要往下一步走的话，就是要做化疗。好，先看看这个肿瘤对化疗的反应。对，然后咱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弄。我不相信。对，没关系，就是你可以。没有，因为。看起来那么光滑，而且手术那么顺利。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手术挺顺利的吧？对。而且就花了不到3个小时。然后切出来又那么光滑。不信。其实就是长得，一个是继续在长，第二个就是它的疼痛感的加重，其实还是我们术前也一直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其实，哎呀，他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些小朋友，有做过化疗的吗？有做过化疗的，但是化疗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不是说我不让他化疗，就是不想他承受这种痛苦的话，那他就是说。恶化程度是怎么样子？你说它的时间？时间呀，可能就快了。那化疗嘞？化疗可能也是差不多，因为如果化疗没有效果，它的也控制不住进展的。那我该怎么选择？因为。小石头，他现在9岁嘛，他基本上这9年来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哇，我觉得他那么乖，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呢。
进进。嗯，谢谢。没事。子衿给我点。嗯，不要忘了厕所。上厕所是吗？嗯，好的。大的还是小的？嗯。小的。其实当时走手术做完还觉得挺开心的，就是那回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的，觉得啊，这个手术比预想中的要顺利很多。有可能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准他是良性的呢。他要是良性的，那咱们接下来把胸腔的做完了之后，哎，可能慢慢孩子还能再好好的活好多年。但是现在病理结果一出来之后，其实我们就觉得希望不太大了。可能跟家长说会比较委婉一些吧，但是自己会觉得没有太多的那种可以去改变的东西了。孩子没读过去。纵然之前想过最坏的结果，可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即便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一时难以接受。那挺重的。该怎么安慰面前这个孤单无助处在崩溃边缘的年轻妈妈，除了陪伴，任何言语都显得那么无力。要跟别人商量，请我有谁商量？换来句就是坚强一点，勇敢一点，你是最棒的。嗯，其实我不是最坚强，我不是最棒的，只是我没办法。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在你眼里，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天使妈妈。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天使，是不是？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什么时候追逐我的梦想，哪怕被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现在已经恶性转化了，变成恶性成分了，那它有随时肿瘤疯长这种可能，那肯定显然的预后就比以前要差了很多，而且一旦这个肿瘤细胞一增长，可能就是增长速度会成倍，是按平方立方这种指数增长，如果你不控制，那进展会很快的。那你说非说要80%-90%治愈率，可能没有那么高。那比如说我现在化疗了以后嘛，哈，我是每年都要化疗吗？
我们化疗是这样，每两到三周一个疗程的化疗。嗯。那比如说两个疗程，甚至三个疗程。我现在唯有愿望就是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嗯。我就说，他们两个人，或者是小时候离开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我把小石头去挂捐献出去了。虽然说我们能走了，但是我想去拯救其他的人病人。这个小石头的妈妈哈，这位是一位非常伟大也非常合格的母亲，她就是明明知道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就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但是她一直在很坚定地走，我感觉她从来没有犹豫过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我们钦佩啊，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点。往下看到那头，我就说这个计划吧，效果挺好的。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告诉您怎么去怎么约，都会安排一下。咱们目前呢，对这个疾病，我们国内也有好几个国产的品种，目前都在进行临床试验。啊，到时候等这个上市的药品种多了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呢，会从中受益。